是可以旅游，你还是可以体验到五十年前的台湾，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受欢迎的。对，但是在这中间，我们还是有冲突啊。我们还是有到当地陪伴的孩子，像比如说菲律宾事务的孤儿院，他们的孩子就真的很喜欢跟我们聊天，就是学一些中文，他们可能就会说哦，以后我也要就是多学一些中文，就像你们一样可以出国，像你们一样可以帮助其他人。这就是听到我就会觉得说，在一个资源这么匮乏的地方，他们拥有的那么少，可他们会因为这些资源到来，你想要付出的更多。对，然后你就感受到这真的是蛮感动的。对，然后他有对这些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跟大家的感觉？好，然后还有在一个是要帮助什么？好。但是首先我自己来说，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我也在做志工的东西，所以也会多少都听到人家讲说，像这样子来，像你们可以一年段这样一直进去一直去，可是一年可能就1000-2000个人。是。然后如果是服务一些像是小朋友，就是孤儿院，然后可能已经是被冷落过或是被抛弃过的，然后等于每次来能待一个礼拜，甚至就算是1个月、2个月好了，毕竟也是一直不停在。然后不留下联系方式，然后不做任何承诺，也还是会造成就是觉得这样子的，算是伤害吧，让自己一直不停的在被人家抛下。但是也会尝试做一些重新引导，就是还是有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不能不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这样的伤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还蛮好奇的，一个人的喜好是还蛮天性跟看缘分的事情，要怎么做到就是不特别去喜欢一个小孩子，就是不特别去要训练，我可以把他回答在训练。但是变成说，你如果是第一次去当志工的人，你怎么给他们一个就是方向或者方法，让自己不要至少不要做得太明显吧？然后刚刚我们想问是，就是做领队的都领队执照吗？做领队的一定要领队执照吗？你说维克吗？维克的就是带这样子的志工出去，然后挂领队的人是不是都有领队执照 ？OK，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我先从这个给大家讲。领队以维克来说的话，我觉得许多组织很多是这个运作方式，就是我们第一个一定是有出过领队的队员。然后，领队是那两个领队会带一群人嘛，可能20-30个人，然后这两个领队就会从中协调，可能有一些比较有领队资质、领队特质的人，然后抓出来这几个名单，就是甚至是每个都有可能。那这些人呢，在维克我们都会有一些训练，对，会有暑训、寒训、共事什么的，至少都会有3-4个训练，对，我们才能让他出队。那他出队，他一定是跟一个自己出队的老领队。对，是这个筛选方式的。那如果没有领队执照的话，在哪里找？没有领队执照的话，那不是导游。领队跟导游好像是不一样的，导游就是纯的。他说我们就是一群人观光，然后到那个地方，我们是拿观光钱嘛。对，但是有领队是让队员对于这个很放心，所以你对的应该都是内部底下都是队长这样子，对，也是队长，因为我们不会说，对，我们就是一个名字啦。你说他是叫老大也可以啊，对啊，只是一个名单的定位，不会说带你到，不知道你到什么，然后跟你讲，然后跟你收费一样，对，领队是不会有任何费用的，对，比如说我出去，我也只是像出差啊，就是带队出差这样，那。前面的那个情感，你都很难，比如说连爸妈都有可能啊，爸妈就是可能哦，你都不在姐姐或什么的。那我觉得维克能做到的，我们就是一个中继站，我们能够有一个规范出来，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的太猖狂。所以我们不个人阵营这件事情，就是在讲情感这一方面。对，我们会前面当然多领队的训练，对爸妈说，对待每一个孩子都要有。一样的标准或什么的，但是比如说我这次从菲律宾回来，因为菲律宾这个
他们队友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当然希望不要发生嘛，所以我们就会说你这一笔钱如果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开证明给你，然后是会把这一笔钱直接拿给服务据点，而不是单纯就只给那个孩子。对，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我觉得去自贡旅行人通常都会有这一些 sense 吧。对，以这个队员来讲，他就会说哦，那我了解了，对，我爸还有一个对话可以给你看，就是对那个我觉得你都要有这个 sense 到说这样的方式是为了避免那个状况的发生。对，那再来的话是降低再见的伤害。这个真的是有点，真的是被逼到了。我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你输了你。对，就是每个人都在说你来，你是为了问一个问题。真的，我觉得情感这个方面，比如说像我离开这个菲律宾据点只有五天，我离开的时候真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不能自己耶。对，然后。对啊。小孩吗？小孩吗？你猜小孩。对，我觉得小孩太可爱了，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还不能给承诺。很凉，然后又洗。
是桃园人，所以我要帮助你们。奇怪啊，对啊，就是有条件型的帮助。真的，就是你既然是想服务，我觉得那个效果在哪里都一样的。对，我觉得很感人的是，很多队员，比如说我有个队员，他出去之前，他就说他恨孩子，他说我只想要和你爸妈吵完的孩子。就最后一天是他旁边一个小孩，我说，对啊，他说现在有爱孩子，他说有点难，被真的，对啊，就是那种小孩子很真，然后你也不知道哪一天真的会被他们改变。那有一些队员是主管，对，比如说美女补习班的主管，那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让他知道说，哦，也许英文也真的是那么。顾文法或是怎么样的，他就是想要跟他的属下的老师说，就是在当地的生活啊，然后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自己的教育也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善，对，所以这是我最乐见的状况。就是说真的，对自己还是很好的学习，无法就是以这些短时间内看到显著的改变，对。但是我看到队员的改变，是我身为母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想要对于什么地方比较好奇？没有问题，不能回去的。真的，这个太权威就是这样。对，这个通过啊，这个通过。哈哈哈哈哈。先打包的。哈哈哈哈哈。问一个好了。好。你刚刚说那个领队需要做教育训练，那晚上要去训练的细节？教育训练吗？以维特来说，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宗旨，陪伴孩子，然后跟发布这个里面要达到每一个职工、每一个领队的心里面，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团队的合作，我们就会设计一些团队的什么会到两名身上，然后有一些野外的训练，然后跟会测那个 DIS， 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心理测。它是一个性格测验，对，还有测出你是领导型的，对，是这种，对，或什么的，像我们就是 I 跟 S， 所以我就是一个就是很唯唯诺诺的人，没有比较适合 support， 就是辅助别人，然后所以我的配搭就是需要一个可以主导全场的人，对，我们会依照这个然后去调配的两个。然后，当然，剩下的就是领队之间的情感。觉得人员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你相处起来要合拍嘛，所以我们会有各种的聚会啊，或者什么像大家聚在一起，或者是你们志工也有聚在一起的场合嘛，一起吃东西也是。对，所以我们楼下很常就会有可能，六七年前的领队或者是志工就来找我们喝咖啡，都是，对，这都是有可能。那如果说这个领队今天是要带去菲律宾，是他会对菲律宾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 ？OK， 领队的话，我们比如说暑假要出去，暑假之前一定会有个暑训。那暑训的话，就是集结所有这一次会出去的领队，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比如说菲律宾这次去的有三个领队，总共有六个领队。那这六个领队里面就会问之前去过菲律宾的领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会有每一个据点的 PowerPoint 的介绍，然后跟我只说过的行政的，就是万年行政，2008年的都有，对，所以这些东西会让你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该做什么，感觉对，跟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对，会让我们在尽管这两年都是没有做那个据点的，觉得也有一些他们甚至知道说该怎么样，处理一点这些，比如说到那个柬埔寨，他那个。海关会收回，那我就会自己知道说要怎么去防，就是跟他打马虎啊，或什么的，这些我们都会讲。对啊，所以前面的这些训练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是正式员工，我吗？就是维特里面的正式员工。我是，但是有一些领队就是从队员出身，比如说他参加过很多次的梯队，或者是他只参加过一次，但他没有领队特质，然后再把他招出来训练，但是不一定是。收工的资源是
对，比如说有一些是公务人员，有一些是学生，有一些是本身是领队导游，对，然后时间比较能够自己安排的，对，这些都蛮有可能是自己去成都，为了回客，然后带领队。很多啊，近期就是有些家庭主妇也有啊，然后很多那个理发师也有啊，对啊，所以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第一有没有这个心，然后有没有领队特质，然后三个就是时间。对，我们课的时间从5到18天吧，5到14天都有，啊，就是看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是自由业绩，或是学生比较多。对，那5天的话，那你上班就可以不用请假，对啊，就是请一天。那的收费？收费的话，我们的官网上面都有。那主要呢，就是，我记得是7天，从去到，说到斯瓦季嘛，在非洲，对，大概好像也要个7-8万，因为它的这个费用就是包含来回的机票。对，我觉得大方向你不用花那么一毛钱，对，除非你自己想要刷屏，那个我们不能讲。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到柬埔寨的那个团队总共有20几个人，然后这样扣扣下来，我记得最后我结余算的时候，每一个梯队出去，然后只要再加一个人就亏钱，因为我们无法再多收嘛，所以这个费用就是多了少了都是我们一个自己负担。然后还有你的路卡。像你在那个就是你在木卡布里面知道我们会有一笔钱，然后每个项目都要进入，所以那个是你的方案，对，所以我们集结起来的这个款项呢，就会就是分散到不同的服务区，对，因为在全世界有48个服务区，然后有些人会指定这个款项要到哪一个国家，然后有些人可能会针对那一个。据点，比如说，顾问员跟我们讲说，他只是要带回你，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就会把款项汇给他之后呢，我去的工作就是看有没有真的一直在这上面，然后拿回钱回来。对，这也是你们的职责。就是参加的这些自动的回头率，然后公司部，然后回头率，就是回客率。修复历史建筑，
对，那也有一种是个人计划，我参加的是个人计划，对，那这个的话它只是中间的一个媒介，它跟欧洲的某一个组织，就是跟他说，哎，你有没有一些需要一些台湾人过去，那他告知说我需要两个台湾人，那他们就有这一个名额出来让我去参加，对，就这样，那我没有参加过，对啊，所以是一进维克是对我自己的新的概念进来，对，所以你确定的是团队团体的出发，对，我是有认识里面蛮多人，他们有带去尼泊尔，也有去柬埔寨，对，上次都然后其中一个，因为我们维克站的公司在东门，楼下是一个咖啡厅，对，然后有其中一个 PT， 然后他是之前参加过愿景的柬埔寨梯队，然后现在男朋友是去年的那个人，对，然后后来就是过来这边之后，他才跟我有一种分享的感觉，他就觉得能被带过去，应该说愿景没有所谓发布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不知道要遵守什么原则，对，然后带队的方式比较自由，比如说他们想要去吴哥窟。然后领队就会在外面说，哦，你们去，我去过很多次了，然后你们出来我再回。对，当然有些人也会喜欢这种自由的方式，说哦好啊，你们就在外面。但是以那一个我认识的那个小朋友来讲，他就觉得说，哦，那所以就是来这边，然后没有想要回国的意思。对，就是看每个人的感觉吧。对，当然我们之前参加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交朋友以外，我还可以参加很多计划。对，我可以去看到团体从零到有建造起来，然后就是一整天几百人的 camping， 就是大家就是搭帐篷，然后在那边就是很快乐的感觉，我也很喜欢。对啊，真的太多了。对，维克来讲就是一个爱孩子的天堂。对啊，就是每个地方的。